爸爸妈妈出门打工有几年了？10年。你有多久没有见到你爸爸妈妈了？10年。那你想你爸爸妈妈吗？他们经不经常打电话回家？你想你爸爸妈妈不想？想。你还记得他们模样记不得？记得。那你爸爸妈妈经常打电话给你没有？经常打。那你想对你爸爸妈妈说什么？你们是不是每次挑水水挑到这个地方的话都要休息一下？你们是不是长期都这样的吃鸡蛋？哦。你有必要自己上街买菜去吃吗？不有，不要吃家中的菜。那你们家中菜吃吗的人？在那样买噻。Thank you.